上次社死的时候还是在上次。我直接说火了，我不管你们了，黑洞老虎，OK，不管你们了。黑洞老虎，我黑洞老雕，兄弟。OK。练少吗？他们说你是。我操，对面孙尚要太野，练少。是不怕？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我不怕吗？跟杀鸡一样。杀鸡一样的，好。哇，这把平均分有点高啊，这把平均分。基本上巅峰在全500的对局，黑洞加貂蝉加黑洞老虎直接乱杀了。OK，OK。我预计我杀10个，你呢？我杀15个吧。废话题吧，我们稳一点，好吧？这局他们没有什么输出的，就一个孙尚香，把孙尚香杀了，他们就结束了。发起进攻。去上，就那个什么？哎，没人吗，兄弟？我在你后面。连他连，要这肯定这样的。结束了，我有卷速龙。你把上路推，把下路推了，我把中路推了。我下路推不了。你能推，兄弟，我马上下来帮你。你这不能推的，他敢守的话必死。我在路上，他进坑了，这个人。你喵的进坑了，我靠，你在坑里面干嘛拉屎啊？2900的经济了，这个人。这把我杀的那10个也给你吧，你杀25个吧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大厅五排，我靠，大厅五排我得杀30个，兄弟，少了30个我不推的。我靠，这个兄弟，这个局跟那贼六套偷袭我一套，是个贼娃子，鲁班是蛮克制蟑螂的。完了，下路别接。套错吗？我来了，快来一波了，兄弟，一波了，快点！波了，哇靠，妈的，站一起，全部人给貂蝉。一波中路，一波了，中路。来一波，下路吗？下路够不够啊？你看一下，中路有，这两边都有减速，你们去，这两个高吧，也可以。去管中，你们去管中， okay, okay. 他要守中的，他守中我们就把他烧了。我打不到这个孙尚香的，孙尚香太远了，我没进化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波我没进化。下路两波线，马上过来，我马上过来，兄弟。他复活亚胶了，孙尚香复活亚胶了，孙尚香残血复活亚胶了。全部人都得死。OK， 漂亮，孙尚香他妈找我单挑，你知道我是谁吧，兄弟？找我单挑，扔一波，漂亮，兄弟。孙尚找我单挑来了，你感谢？找我单挑，我真的是一颗是 Q 阵迷哦。都是人家4万分左右，20-20。这个是谁啊？我操，梦兰啊！对不起，梦兰哥。